你不是饿了吗？赶紧吃啊！挑什么呢？这里没鱼刺儿，你再和一和都成粥了。我不管什么时候吃饭都是这样。啊，是吗？要不说当美女累呢啊？那好吧，那就按照你自己的节奏一根根吃吧啊。 看都着急呀，钱师傅，钱师傅，吃饱了？嗯，吃饱了。 睡了多长时间啊？没一会儿。嗯，这样啊，这些钱呢，你拿着啊，找一个好一点的旅馆，安全一点的，好好休息休息啊。对，我得留点加油啊。 这个也够啊！哎呀，你拿着吧，好吧。如果以后有缘分呢，再碰见我呢，就还给我啊！嘿嘿嘿，不用谢我，不用谢我，我就是一个好人啊！再见，姑娘，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再见，你不用送我。 干什么，姑娘？我跟你说啊，这100块钱不能再给你了，这是我加油的钱，你哭也没用啊！我不要你的钱，你不要我的钱，那你要我的什么？啊，孩子，做人不能太贪心。我不给你钱了吗？你不行，你买张火车票，你赶紧回家呀！我不能回家，我给我爸妈赌气出来的，我要找我男朋友，不能回去。 那你就去找你男朋友不就得了吗？可是我地址也放在包里，手机也丢了。那你什么意思？啊？你难道想让我送给你一个手机吗？我跟你讲，这是不可能的，孩子啊！你赶紧去找你男朋友吧，你。姑娘，我不给你钱了吗？你找个地方住一住啊，好好想一想，没准你男朋友的地址啊、电话都能想出来。 我们家都有谁啊？就您一个人吗？你说对了，我们家就我一个人，而且我告诉你个秘密，我是一个大色狼。<笑>瞧你小胆儿，还出来找男朋友，啊？哎，我们家有媳妇儿，有个儿子，很安全，放心吧，啊。 那您方便吗？您家里人能同意吗？有什么不方便？你又不是我女朋友。那谢谢你们，简师傅。不用客气。啊，对了，把刚才我给你的钱还给我，你也用不着了，啊？数对吧？哎，小朋友。 叫什么名字啊？我叫荣小婉。嗯，长得很漂亮，荣小婉，荣小婉。
婉容。你们家跟皇上有亲戚关系吗？啊？什么亲戚？是不是旗人？你不是啊。这你就不如我了。我姓简，首先它不是剪刀的剪，它是旗人的那个简。之前我们家跟皇上有一点亲戚关系。真的？那当然了，这事儿不能瞎说。我跟你讲，想当年我们祖爷爷，老额娘啊，我爸要走叫我们叫的是吗？可是额娘这个称呼，额娘，你是？哎，是嫂子吧？那个简师傅说他出去买面条，一会儿就回来。买面条？啊，你还没吃饭呢？嗯，我爸刚回来。你谁呀？啊，我叫荣幸。要命！马上的干活。哎呀，回来了啊！我是回来的，他不是时候吗？没有，很是时候。你看，面条我都买回来了啊。介绍一下，哪位啊？哦，哈哈，荣小婉，我捡的。哦，然后完事儿你就给他带回家来了，是不是？哎，不是带回家了，捡回来的。你可真不愧姓简呀，一捡还捡一美女回来，是吗？她算什么美女啊？啊，你才是大美女。嗯，我算哪款美女？你算那款特别夯实那种，欠抽的。是是是是啊，你是俊俏型的，俊俏型的小钢炮，他才是夯实的啊。你说我怎么办呢？当时他就拉着我啊，我以为他要我钱，要我手机呢，结果他什么都不要，他就想找一个地儿啊，跟一个人说一说心里话什么的。你说咱有什么啊？咱也没钱，就剩下一个好人了，连好人都不做。咱还剩啥了？哎哎啊！对对对，你说话就说话，穿好衣服呢。那怎么着？你就打算长期收留人家？怎么可能呢？她是来找男朋友的，找到男朋友就跟男朋友跑了，人干柴烈火多有意思，谁在你这地儿待呀？不是我说你啊，你安全意识太差了。你这刚认识，你了解人家吗？你就让他跟简峰单独相处，多危险！哎呀，哦，你那意思说他把简峰给拐跑了？你这什么思想？社会有那么动荡吗？啊，就他这智商，我儿子不把他拐跑就算好的了。你都不知道现在人贩子多可怕，特别会伪装，怎么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呢？哦，哟，你这么一说，我倒有点后怕。一个纯洁善良的少女，她其实是一个人贩子。你做饭，啊，我去会会他，跟他好好聊聊，不行就把他剁了。哎，行，我去。想什么呢你？嫂子，你坐下吧，坐下说。叫我四姐就行了。四姐，你说说吧，怎么回事？这一个人就跑北京来了？我来找我男朋友。他没去接你啊？他不知道我来北京了。啊？你就把我说糊涂了，怎么回事啊？这是？我跟他在老家处得好好的，他就突然说想来北京，说在老家没发展。完了，他一来北京以后就不怎么跟我联系了。我这也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儿，一着急就来北京了。你先别哭啊。我这怎么听着像是他把你给甩了呀？不可能，他不是这样的人。好，好，行，你别哭。那什么，你要是暂时没地儿去，就先在我这儿住着啊。我给你收拾出一间屋，你只要别嫌我这家里旧就行。谢谢四姐，你跟简师傅都是好人，好人一定会有好报的。行，你踏踏实实在我这儿住着吧啊。行行，别哭了，别哭了。
收拾还挺干净啊。我有洁癖。你说你，在这儿一个朋友也没有，手机也丢了，怎么找你男朋友？我可能只能上 QQ 啊、微博给他留言看看。哼，那他要是故意不给你回啊，你留多少条言也没用。那我就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不是，四姐，你该不会是怕我找不到男朋友就赖在你们家不走吧？不是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别想歪了，我这不是担心你吗？哎，要不这样吧，你回头明天把你男朋友的信息你也告诉我，我托朋友到处也帮你打听打听，好不好？谢谢四姐。哎呀，你这别说着说着就要哭啊。你没有，我就有点困了。困了？困了那赶紧睡吧啊。早点休息啊。哦，他睡吗？你还挺关心他的呀，啊？你还杵这儿干嘛呀？还不睡觉去？是啊是啊，睡觉去。哪儿去？回你屋睡去。你看我睡习惯了。你没看见我正生气着呢吗，简卫国？啊，对呀，我看出来了，所以刚才我反思来的。你反思什么了？我反思我应该把它捡回来啊。不应该跟你说的那么晚，啊，不对不对，我应该是提早的跟你商量。还有呢，我听听还有什么？对对对，还有一个最关键的，你能不能提醒我一下？还有就是你为什么总能捡着人回来呢？啊，不是捡一个富二代女的，就捡一女律师，这回又捡一女大学生回来，你怎么总能遇到这种事儿啊？啊，是啊。这也是我深刻反思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为什么总能捡到女的呢？后来我在想，上帝给了你一个做好人的机会，哎，专门给你一些要受帮助的人呐，啊，能给他做慈善的人啊，我不能往外推啊，对不对？你像有钱人，他们有钱了都开始做慈善了，我没钱人也得做慈善呢，有钱没钱应该都是一样的吧？那行。改明儿我也做慈善，我从店里捡回俩高富帅来，你看行吗？其实你一直都做了慈善，我就是你从外边捡回来的。呸！你也算得上是高富帅。我是即将成为一个高富帅的人。来来来，不生气了啊，咱们回宫休息吧。啊，松开！我回我宫休息，你回你洞里去。女人总是这样。总是愿意当一个男人的面前说反话，好在我习惯了。师傅，师傅，我等您交班，这眼睛都快等绿了，您干嘛呢？啊，我忘了。哎，那你就直接开不就完了吗？我也累呀，我直接。是是是，等我啊，把这面吃完了，好吧？哎，你怎么就吃这个呀？那个四姐跟简峰呢？出去吃饭去了，不带我。哦，他们出去下馆子，不带你。对，那看来你又惹四姐生气了呗？我怎么惹她生气了？啊，我那是见义勇为，拔刀相助，英雄救美，对不对？我怎么能惹她生气了呢？你有那气魄？什么意思啊？啊，你有那气魄什么意思？我跟你讲，我相当有气魄，我经常英雄救美。想当年我在厂子里也是见义勇为的劳模啊。想当年你爸还给我颁过奖呢。你现在回去问他，你看看有没有这回事。师傅，那您真是英雄救美啊！那当然了。那您下次再英雄救美的时候，你带着我点呗。这事儿有时候不好碰，有时候要救的人吧，他长得也有丑的啊。不管怎么说吧，啊，我就是英雄救美了啊。你到时候一看那小姑娘啊，年龄很小，长得很纯洁，你再一看，一切都是浮云啊。我不跟你说了，我得赶紧吃。好，吹呗，你就，你就吹呗。哟。刘媛来了，哎，师娘您回来了。哎，介绍一下，这是你简叔的徒弟刘媛，这是小瓦。你好。哎，你好。哎，四姐，那我先进去了。好，休息吧啊。走了，跟我进去。你这干嘛呢？被雷劈了？啊？哎，我没骗你吧？是美女还是浮云？师傅，这不是浮云呐。
这简直就是彩霞呀！跟你爸一样，见着美女就走不动道，哪像我，还能吃方便面。赶紧去吧，干活去。哎，哎，不是，不是，好像你的班儿，多挣钱才能娶到彩霞。哎，得嘞。彩霞。小婉，忙着呢。对啊。哎，师傅师娘，快快快，搭把手，搭把手。哟，这是怎么着？今天买这么多菜啊？我今儿收车早，我说孝敬孝敬师傅跟师娘，没买什么，就买条鱼，买点菜。以前来家里没看你这么讲究。小子，啊，你是孝顺我来了，还是另有企图？我能有什么企图啊？我去看看在下。小婉，你是安徽人啊？啊。刚来北京啊？啊。哎，我跟你说啊，这北京可大了，我有车，我改天带你去转转。北京有好多名胜古迹呢。姑娘，别信他，他是个骗子。哎，师傅，你说什么呢？我可是你亲徒弟啊！你别听我师傅，我是好人。哎，师娘，你怎么又来了？啊，今儿不是你的班呢。啊，昨个我妈包的饺子，我给您跟师傅带点来。以前没觉得你这么孝顺，我这是沾谁的光了？这瞧您说的，这您跟师傅对我这么好，孝敬你们不是应该的吗？你这拿的是什么呀？手机啊。啊，送谁的呀？咱这院里没手机的，除了简风，可就是那个……啊，小婉不是手机丢了吗？我怕她不方便。真舍得下本儿，充电话费送的，没花钱。花没花你自己心里清楚，值不值？自己好好掂量掂量啊。哎，小婉呢？不在家，出去了。去哪儿了？她在北京也没个朋友，这就算有朋友。这联系不上啊！是，你说你怎么不问问？这万一丢了怎么办呀？你也出息，八字都没一撇呢，自己紧张成这样，他自己这么大人出去还能走丢了？奶奶回来了。小婉，你去哪儿啊？我就想去派出所问问我那些东西还能不能找回来，要不行我就让家里人寄。谁知道一出门派出所没找着，还迷路了。你还真丢了，小婉。你要去派出所，你跟我说一声，我开车带你去啊。哎，对了，你手机不是丢了吗？哎，用这个吧，我刚给你买的。我不能要。哎，这充话费送的，没花钱。那也不能要。你说你一个人在北京，这没个手机多不方便啊！家里人找你不着急啊？多少钱？什么钱？行了行了，小婉，拿着吧啊，有个手机还是方便啊。对，快拿着。来，你把饺子给我，我进屋。师娘，别都吃了啊，留点。哎，小婉，要不我开车送你去派出所吧？不麻烦吧？不麻烦，我就乐意你麻烦我。哎，看来这刘媛对小婉真是动真格了吧？说你吧。你这一天到晚在外面管别人家闲事儿，自己家的事儿你上心了没？我上心了，那高律师我找他了。除了离婚的事儿，还有别的呢？饭店都找了吗？婚庆都去问了吗？哦，饭店啊，饭店我都找了。你像这几个好日子，啊，他提前半年都订出去了，我也没办法。那你不能再跑去远点问一问吗？还有啊，你不得去找个装修队呀？都跟你说了，房子咱得刷一下，地板砖得换一下。你都办了吗？这些事儿？全在我脑子里呢。其实我是这么想的，等你有时间呢，我们俩一起去。要不然我定下来呢，你又不愿意。所以说，我觉得你别给我找那么多借口，家里一堆事儿需要办呢。你这好跑街上捡人去了，咋那么闲呢？简叔，四姐，你们俩怎么有空过来了？也不提前打声招呼。是。哎，我们不是正好经过这儿吗？就看你俩跟不跟家待着呢。你俩是有事儿吧？
没有啊。对，四姐，这个季节不是适合吃蟹吗？我俩就想着给你们送点过来。海鲜。哎，太客气了，这个不便宜啊，100多块钱一斤啊。不贵不贵，应该的嘛。以后来啊，就直接来，不用拿东西。没有姐，上次来不是空手来的吗？多不合适啊。哎，不是姐，你们跟大家干嘛呢？嗨，我们俩还能干嘛？这不张罗结婚的事儿吗？结婚？哎，我之前一特好闺蜜，那结婚从头到尾都是我张罗的。我给你参谋参谋啊。是吗？哎，那感情好啊。那你们现在准备的怎么样了？啊，死了一个。哦，大闸蟹死了一个。你刚才问什么？什么什么？怎么样？就说你们现在不准备结婚吗？现在准备到哪一步了？拍婚纱照没有啊？没呢。哦，不是，怎么还没拍婚纱照呢？这天都凉了，景儿也不好看了呀。不是，简叔，我跟你说，你要现在不拍，得等明年开春了。是啊，是啊，是啊。这个问题呢，我也考虑到了。拍婚纱照啊，下周啊，下周列为我的第一件大事，全在脑子里呢。不是什么下周啊，咱今儿就去吧，今儿就去拍去。今儿就拍啊！哎呀，这太临时了吧，没准备好呢。这有什么临时的呀？哎，我有一师哥，刚好就开那个婚纱摄影馆呢，咱上他那儿去。啊，这临时去行吗？不用跟人预约什么的吗？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呀？刷脸呀！啊，刷脸你也得给钱啊！哎，什么钱不钱啊？都是一家人，是不是？就当我跟林志送您的那个结婚礼物了。啊，不行不行不行，太不行了太不行了！没啥不合适的，你们去欢迎吧。行行行，去欢迎吧，咱们就走，这就走。你看，我穿这身行吗？挺好的。我怎么总觉得手上缺个东西啊？缺啥呀，简叔？盘子。没有，简叔，特别特别帅，就跟那个英国的詹姆斯邦德一样。邦谁？邦德007。啊，对对对，007啊。哎呀呀呀！来来来，简叔，快看。同事多漂亮啊！我要是个男的，我都想娶。哎呀，对对对，也不知道哪个王八蛋这么有福气啊，把他给娶了，哎，我嫉妒死了，嫉妒死了啊！你能不能不逗啊？这裙子后面特别紧，我怕一会儿崩开。来来来，走，上来啊！哎，上来，大美人鱼啊！哎呀，你看我们在一起，那就是郎才女貌啊，虽然有点老啊。两位靠近一点，靠近，微笑微笑。亲密一点啊，亲密一点、啊！你多笑一笑，笑啊！别冲我笑，朝镜头笑。瞧我这边，好哎，过来一喝，好，微笑微笑微笑。安排中，打个道具。哎，还有道具。那怎么有点像？长得不搞笑，还搞笑。哎，彤彤，然后咱俩啥时候能拍这么一套照片？你知道吗？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刚刚四姐穿那个公主裙。我记得儿童节的时候，我们班上每一个小姑娘都有，有红色的、黄色的，还有刚刚那种白色的。我就特别想让我妈也给我买一件。你说我们家没钱，买不起。我也不敢跟我妈说，不敢跟她开口，因为我知道她一定会特别为难，特别难过。好了，彤彤。不要想这些事情了，现在不是有我了吗？是啊，哎，而且你觉得吗？就是，不是因为有多少钱，你有多少物质生活，人就可以开心快乐的？你看简叔，彤彤，我接个电话，这里面信号不太好。喂，周叔。行志，你是怎么跟我说的？这都两三天了，你一点信儿都没有。叔，我俩看电影呢，我出来接的电话。我俩挺好的，没什么事，叔叔，你就放心吧。行，回头有什么事儿记得给我打电话。嗯，哎，叔叔，你知道彤彤小时候都喜欢什么东西吗？我就知道她现在喜欢的都是名牌。小时候我忙着在北京安顿下来，没时间管她。这你都知道，他肯定没少说我坏话吧？啊，没有，叔叔。那我跟你说一说吧。哎，既然说是怎么说呀？没怎么说，就给我开了个证明，让我回家等消息。嗨，
那就等着呗，你也别郁闷。哎，要不这么着，我带你逛北京城吧，怎么样？你觉得我有那个心思吗？那咱们去哪儿呢？你要不送我回四姐家呢？啊？这就回去了？你要不送我，那我就自己走。哎，别介啊，我拉你来的，我肯定给你送回去，我得善始善终啊，对吧？那走吧。对啊，你对我这么好干嘛？啊？嗨，你这不是落难了吗？大家这不都在帮你吗？再说了，咱北京爷们儿那就是局气，这热情好客大家都知道。哎，那首歌怎么唱来着？我家刘源，你知道我来北京是找我男朋友的吧？啊，我听四姐说过。嗨，小婉，你别多想，我就想帮你，没别的意思。那就好，走吧。走吧。车在那儿。行啊，小子啊，出息了，请我吃饭。瞧您说的，我哪有那么抠啊？我跟你说啊，昨天交车的时候呢是12万6，对不对？今天我一看那个表啊，是12万6.08，怎么着？你没跑活啊？是吧？我哪有心思拉活呀，我。怎么了？我恋爱了。哟，恋爱了？跟谁恋了？哎，就是您捡回来那个彩霞，荣小婉。哦，跟彩霞呀？那彩霞答应你了？没有。那你这叫什么恋爱？你这叫单相思。对不对？这雨还没下呢，怎么就能见到彩霞呢？那扯淡吗？这不，师傅，我就喜欢荣小婉，我等了这么多年，我终于等到她了。我啊，行，你别扯这事儿了啊！你是干什么呢？拉活了，人是大学生，长得又漂亮，人家有男朋友，等找到男朋友了，你就边上去了，知道吗？她那什么男朋友？她男朋友一看就是到了北京了，攀上高枝了，哎，才把她给踹了。就他傻，他看不出来。等现实给他了残酷的打击之后，哎，我再出现，这事半功倍，水到渠成啊！哎，怎么劝你呢？我就怕呀，最后受伤的是你自己。受伤了，那我痛并快乐着。哎，彤彤。你回来了，来来来，爸爸一直在等你呢。哎，等我干嘛呀？爸爸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怎么样？什么礼物啊？我生日还早着呢。非得生日才送礼物啊？啊，以后爸爸要经常送你礼物。哎呀，不是你哪回送的我喜欢呀？你还不如多给我点钱，我自己买去呢。哎呀，你别这样说，爸爸也在进步呢，说不定我这回买的你就喜欢。打开看看。这么大一个，怎么打开的呀？啊，不会跳一东西吓唬我吧？怎么样，喜欢吗？那你看，这张，嗯，周杰伦的第一张专辑，带签名的啊，我让蓝秘书在网上找了很久才找到的，喜欢吧？这是干嘛呀？哎呀，没什么，就是你小的时候，爸爸没能陪着你，爸爸一直觉得是一个缺憾。孩子，你放心，以后爸爸都会补偿你的。这些破玩意我早就不喜欢了，你自己留着吧。喂，彤彤，怎么了？不是你有病啊你！你凭什么告诉我爸我喜欢什么呀？啊！你们俩什么时候勾搭到一块儿去的呀？彤彤，你先别生气，先别生气。你爸呢，确实是找我了，但是他就想知道你需要什么，喜欢什么。我看他一片好心，我才……凌志，你就是一个骗子，你就是一个叛徒，你知道吗？你凭什么这样呀？啊！
彤彤，你先别急，听我把话说完。你爸呢，虽然有错，但是这么些年呢，他一直在弥补自己的过错呀。所以我觉得你应该给他一个机会。不行。彤彤，你怎么这么倔呢？他毕竟是你爸呀，你俩这血缘关系又断不了，是不是？我愿意。反正我告诉你啊，以后你别插手我们俩的事，你听见没有？好好，以后呀，你俩是我不插手的啊。以后呢，我就是你的小爸爸，替他爱你疼你，怎么样？小爸爸，亏你说得出口。好了好了，不生气了。那你得好好补偿我。回头啊，请你吃大餐，啊。收着了啊！我们学校办事效率还挺高的。我周一给我老师打电话说要补办毕业证，交就拿到了。你现在又是有毕业证的人了，咱们是不是应该庆祝一下呀？要不我请你吃老北京涮肉吧。现在这个临时身份证也补了，毕业证也拿到了，你就不用再陪着我了。为什么呀？哎，你这刚到北京，人生地不熟的，这人又单纯，万一再被骗了怎么办呀？可是那也不行啊，我总不能老住在四姐家吃他们用他们的吧，我要想个办法在北京立足。嗯，有道理。哎，要不然我带你去见我爸妈吧。干嘛？我爸呀原来是机床厂的工会主席，他认识的人多，这交际也广，没准儿能给你找个好工作呢。真的？骗你干嘛，走。小婉，先喝点茶。爸，嗯，这小婉啊，是学贸易的啊。您看着给安排一下。叔叔，这是我的毕业证书。啊，好，好。嗯，不错，不错。哎，不错，不错，真不错啊。圆儿啊，嗯，你爸我现在是退下来了啊，这要搁过去，就是我一句话的事儿啊。不过现在也不是什么难事儿啊，你看这个商务部啊，进出口贸易局啊，中石化、中石油都有好多老同学。哎，你看我说吧，不过呢，不凑巧，我这群老同学啊，有的出国考察了啊，有的在家养病。哎，特别是你商务部那王叔叔，刚退下来，哎呦，太不凑巧了，知道吗？要不然，嗨。爸，那你也得想想办法呀。想，办法有，你放心。但是这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你不能着急啊。哎，姑娘，不能着急啊。没事，叔叔，不麻烦你了，我自己去找找吧。谢谢叔叔，那我就先走了。哎，小婉，你吃完饭再走吧。没事，不用了。那我开车送你。啊，真不用了，你就在家陪爸爸妈妈吧。谢谢你了。哎。哎，这怎么走了？你说我这刚洗完水果啊，儿子。你问我爸。怎么了这是啊？不是，嗯，爸，你可真行啊！你是一点也不给我长脸啊？哎，师傅说啊，你先别擦了，别擦了。怎么了？我有事儿跟你说。什么事儿？你快帮我们家彩霞找个工作吧。我怎么能帮他找工作呀？啊，找什么工作？开出租。您不是皇族吗？您认识那些皇亲国戚呢？你找找人呢。我们以前皇族啊，也不找工作，那都是拿俸禄，都是上面派活。那师傅，你想想办法呀。我有什么办法可想？你要不然叫你爸想想办法。哎呀，我爸不行，师傅。您当时追四姐的时候，我可没少帮您忙啊！哦，我这现在需要支援了，您就这态度呀？啊，师傅，你可真行！哎，我不管啊，小婉的事儿交给你了，你看着办吧。这孩子，这事儿有什么难的呀？你就让他明天去我店里工作不就完了吗？哦，去你店里啊？嗯。不过他是一个大学生，这样合适吗？大学生怎么了？大学生就金贵啊！
啊，大学生就不能去我店里是不是？我怎么听你这话的意思，你是在嘲笑我没文凭没文化呀？啊，不不不不，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我怎么能嘲笑你没文化呢？你要是没文化，我就是更没文化了。虽然我是一名优秀的经常被电的青年电工，那不就得了吗？就让他明天早上跟我一块去上班，好吧？谢谢谢谢啊。哎，别动，你看你现在的眼神特别的慈祥，你的容貌非常的美丽，你的体态非常的端庄，你在我心里，你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的活菩萨啊！说完了吗？说完了。那行，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嗯，还有一件事儿，我得跟你说一下。啊，你说，你说。麻烦您老先生以后捡人啊，能不能捡那文化水平低一点的？我怕我那小服装店装不下。啊，是是是，以后捡的时候我一定注意，一定注意。那谁让我姓捡呢？慢走啊，拜拜，丽丽。哎，四姐，这个呀是荣小婉，这是丽丽。你好。从今儿起呢，小婉来店里帮帮忙，她有什么不懂的，你教教她。哦，啊，行，没问题。我去买点东西，一会儿回来啊。拜拜。哎，走，跟我走。小婉，你看啊，这个咱们卖80，这个卖150，这个卖200。然后其他这几个呢，咱们是最低卖80，剩你都可以往上加价的。好，记住了吗？哎，那什么，这是四姐的店吗？啊，是啊。那人呢？嗯，他有事儿出去了，一会儿就回来了。嗯，我跟他等会儿他，你们忙吧。哦，好。嗯，这个是80，然后这个是150，这个是200。对，那其他呢？这些最低都是80，对吧？对，剩下自己往上加。嗯，那你看一下那边有些衣服，然后你该挂挂，该叠叠，我把这边收拾一下好吗？哎，好。嗯，不好意思，让一下。哎，欢迎光临，看一下这边，这边都是什么？我回来了。哎，姐，哎，姐，呦呦呦。你怎么找这儿来了？我多厉害呀！哎，不过你这店还挺好找的。你不会是到我这儿来买衣服的吧？你这从头到脚全是名牌，能看上我这小店的便宜货吗？我就是想你了，过来看看你。哎呦，我这嘴甜的。人家都说嘴甜的姑娘长得漂亮。哎呦，哎，对了，姐，我给你买一唇膏，特别适合你。你等我给你拿啊。你还给我买东西啊？啊。嗯，哪儿去了？找不着了。是啊，我刚才就放这儿了。你拿出来了吗？拿出来了，好，放沙发了，就放到这儿了。哎，丽丽，小婉，刚才他这儿放了一东西，你们看见没有啊？什么东西？哎，那就是这姑娘，你当时不是在我这儿收拾东西来着吗？你看没看我那唇膏啊？就是一个黑色的，这么大。没有啊，我也没有。对啊，刚就你一人站这儿啊！哎，不会是你喜欢吧？你喜欢你跟我说，我明天再送你一个。但这个是我送给四姐的。你在说什么？我怎么可能有那么卑鄙？不是你急什么呀？我不就问问你吗？明天说你偷啊！你不能这么说我。好好好，不说不说，小婉不是这样人啊！再找找好吗？你再找找，丽丽去找找，都帮忙找找。那你干嘛呀？这个是要整理的衣服。你还说你没拿是吧？那人赃并获了，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还会偷东西啊？四姐不是我，不不不，这肯定是误会啊，肯定是误会。小婉不是这样人啊，不是这样人。听我说，来来来，你跟我出来说，出来。没事儿没事儿啊，来，唇膏。不要啊！我最近怎么这么不顺啊？没事没事。这么重要的文件都忘带了，下次一定要注意。对不起，盛总。对了。我让你找人盯着灵芝和彤彤，有什么情况？其他倒也没什么异常，就是他们最近和一个姓简的出租车司机，还有一个卖衣服的女人走得挺近的。和他们俩。行，我知道了，你去吧。哎呦，小婉，你收的时候怎么不看着点呢？这张是假的。对不起啊，丽丽姐，刚人实在是太多了，我。算了算了，少说两句，丽丽。这不是这两天店里的验钞机坏了吗？我过两天买了新的，就不会发生这种事儿。嗯，谢谢四姐。哎，行行，不哭啊。嗯。
快收下来吧。嗯，好。Excuse me, is this a real wool handmade? Yeah, exactly. Oh, you can speak English. Yeah. Good. How much is it? 300 yuan. 300. Can we make a discount, like 200? Actually, I don't think it's very much on you. So how about choose another one? Okay, good. Thank you. 行啊，这小婉，英语够好的。那感情好啊，那以后咱们店里来外国人都归他了。这简叔还捡了个宝。Great. Thank you very much. Yeah, thank you. Actually, your English is very good. Oh, really? Yeah.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Have a nice day. Bye-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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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丽姐，你快看看，这是真的吗？你可真棒，英语这么好。是真的。不错啊，小婉。谢谢四姐。生活滚滚的洪流，会席卷所有的不朽，总有倔强的人不低头。没有什么大理想，我只有小小的追求，直觉被浪冲散，随波逐流，漂浮在这时代的路口。我有向上游，书写一页只属于我的光荣。我们密密麻麻跌进神话的洪流，却又被匆匆忙忙的岁月给吹着走，脸上汹涌的街头，距离瞬间化为乌有，为何承认的孤独依旧，用失败承托成功，用痛苦来祭奠笑容，我的小日子有我的感动。漂浮在这时代的乱流，我有向上游，书写一页只属于我的光荣。当我摇摇晃晃一转眼数十春秋，提起当年的艰辛也可以谈笑回首，谁在担心你冷不冷，平淡的爱就在平淡里长久。我们密密麻麻跌进神话的洪流，却又被匆匆忙忙的岁月给吹着走。